phải nâng công thì cô bà lệ kinh á, tập kinh nó cầu thì cao về sang yuta, vana sang yuta, vana ấy ý sư đó là ba la, anh từng lần hòa gu cái chỗ lin, lin xiang yin nè, lin gì nó cái chỗ đấy, chú lin sư ấy lin nè, à ba la, chỉ chỗ đấy sang yuta đó là công在八大地，在回想大地八啊，有哈咪发生啊？啊，了有这两款的经啦，九点三啦，伫这个古萨拉的国家啊，有一日这个 BQ 一大地八内面啦，一大地八内面修行啊，了一看到这个帕拉的人入来的八啦，帕拉啦。了一想，这些人不应该帕拉，一想要躲这个帕拉的人。了，伊就去甲即一个拍拉诶人讲几粒佛理啊，讲了尾拍拉诶人就走啦，走了无偌久，有可能有一名啊，啥物啊？迄个巴诶神啊来找伊啊，因为巴诶神啊就比甲即个 BQ 啦，即出家人啊，伊甲即个出家人即 BQ 讲啦，伊讲是了点声来甲即、这个。帕拉的人啊，无地位啊，来讲佛理啦。这里出家人呢，是讲爱甲安尼款的人讲佛理啊。伊是真正戆啊，因为伊无明白啊，讲安尼即一个帕拉的人无地位啊，未了解佛理啦。啊，这里新改讲几句话安尼款了，说无去啦，无去了即一个和尚啊，说讲去啦。想按照这个，这个一大堆巴，唔把很多这个神呐、啊，这神就会来啊，就改啊讲美的那款呐，是不？这神呐、啊，主笔改啦，得改啊，别那讲指点的啦，啊，因为一个来个这个巴了啊，伊应该修行啊，一个想别甲这个人讲佛理，特别那款的人啊，无讲改了。加了人啊，会接受佛理啦。佛家基本明白了，世间的人较济人啊，未接受佛理。所以这一个和尚啊，伊个无明白，讲这一个人未接受佛理，个了点声甲伊讲佛理啊。所以这一个心啊，伊看到安尼款啊，伊就甲这一个和尚讲啦。